然后让你尊重机器自然的感觉，可能一开始是你带着机器走，到之后就是机器带着你走这种感觉。然后其实包括艺术作品也是一样的，像我现在喜欢的作品都是那种一个未知的人做的一个佛像啊，或者是古希腊时候做的一个雕像啊，就是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自我在里面，他很尊重所谓的神意，他把自己降得非常低。 如果你希望与人分享，或者是希望告诉一些别人什么信息，也可以用摄影，都是很好的方式。或者你做一些实验呢，都是可以的。就是它其实开阔性挺广阔的，我觉得。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定义什么它是 art 啊，或者是commercial，就是如果你要做生意，你可以这样去定义。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来讲，你不就是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的负担，把你给 圈在一个圈子里，让你很难真正的去生活。对于我来讲，拍照最大的魅力就是你不能完全的控制。我觉得这个不被你所控制的东西是很有吸引力的。我尽量的不想让我的照片给别人答案，因为我想提供一个未知的东西给看的人。 如果一个东西它的答案是未知，就已经在慢慢的改变一个人的意识了。所有人都觉得所有东西都应该是有答案的，但是我觉得像有些东西它就没有答案，其实是真理，应该有答案。所以我会选择摄影，因为我觉得摄影可能是相对来讲会超越语言，它可能会让你碰到 你不用语言去交流，但是你心灵相印的人都有可能。上海是那种你住一个星期觉得挺冷的，那你越住就会越暖和，越住就会越舒服的一个城市。因为我身在上海啊，所以拍大多数都是还是上海。嗯，还是有感情的吧。 我觉得上海从来都是一个外婆的感觉吧，很慷慨，一直关怀着你。